好想講今晚請嚟嘅呢一位嘉賓，佢都係一個同我一路跑住嘅，一路都跑住。我好慶幸嘅係，如果喺我嘅歌唱生涯裏邊，如果冇遇上佢，我未必有咁嘅速度跑得咁快。今日我同佢相劍合璧喺呢個舞台上面發揮最大嘅功力。同埋每一個成熟嘅你，你學懂更加去表達到自己。其實一個歌手最想做到嘅嘢，就係可以將自己唱嘅嘢用心表達俾人，而嗰啲人接收到。依個係雙子座係好介意人哋明唔明白佢嘅，無人知道㗎。但係我知道。太好啦！係啊，因為我就係雙子座嘅。20年啦，唔長亦都唔短嘅時間，亦都係一個女人最緊要嘅一段時間。咁我都好感謝。你在路上面給了很多的 inspiration， 即可能你也都沒有分享過給你聽，因為沒有機會，我們都是嘻嘻哈哈和 high bye， 很多時候，但是最近那10年，我覺得大家有機會見面的機會多了，我們可以溝通的時候，我們感受到一樣東西，就是我們大家是互相成長的，當遇到好的對手的時候，是令到自己進步的。比較除了我來比較量度自己之外，最重要的一樣東西是推進自己的進步，所以你不要多謝我，我應該要多謝你先真，即是我們在一起有一些很美麗的片段。雖然歌手永遠都是用一些自己的情緒或者感情去工作，可能我們對所有自己的音樂理解都希望給自己一個悲觀生物學，但其實我們在另一個境界讓給大家的時候，給了很正能量推動力俾大家，呢個都係我哋最想嘅事啦。咁我好開心今日可以喺呢度同你分享你呢一分鐘嘅成功。多謝多謝千華，聽講咧你都好中意睇電視喎。係啊。咁有一首歌，我唔知喺邊度收風咧，你都好 like 㗎係咪？我 like， 你 like 唔嚟㗎？